蜀南竹海位于中国四川南部的宜宾市境内，幅员面积120平方公里，共有8大竹景区，由27条郡里、500多座峰峦组成。景区内共有竹子400余种，7万余亩。南竹枝蝶根莲，葱绿俊秀，浩瀚壮观。蜀南竹海是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景区，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云山竹海天上人间，是世界罕见。中国唯一的集竹景、山水、湖泊、瀑布、古庙与一体，同时兼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的竹文化。竹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，蜀南竹海，四季皆宜。春日，新笋遍地，生意盎然；盛夏，嫩竹蟹翠，林荫蔽日，突飞泉涌，气候爽人。金秋，翠竹摇风，绿竹林中，红叶点点，隆冬，凌寒涧簌，青枝白雪相映成趣。双手合十。 丁里转佛堂，一心皈依，极乐是我家。紫竹林中，观自在，庭心开花。 竹林中观自在。